黃卓熙嘅《黑帶一考試》，月亮拉近了開始。各位地球村嘅人們，我係佳莉略。今日我將要發表一項我最覺得不可思議嘅報告，就係地球將會正在移近地球，將來兩者嘅距離就會縮短至到三分之一。兩者嘅距離就會縮短至到三分之一，咁樣會令到地球發生好大嘅災難，例如潮汐漲退失常，令到世界各地嘅地區會陸續出現水災。第二，三日嘅天空光猶如白晝，令到光亮如白晝，令到好多人都瞓唔著覺。呢件事嚟得太突然啦，但係我已經諗到方法去解決，就係向月亮發射導彈太空船，令佢可以咧回去原來嘅軌道上邊。大家係咪覺得我好聰明咧？